出门来，门前细听正上对，从来细听报喜讯，恭喜你运我平安，一路平安把家归。两兄你花轿走，
十八相送，多少情深意重，在深江花月夜的秋风里随心流动。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莅临2023浙江小百花深江花月夜光影秀的美丽现场，热烈的掌声欢迎你们。我是浙江小百花越剧院的朱丹平。我是来自 SMG 的主持人沈群奇。刚才呢，国家一级演员魏春芳、张艺清，优秀青年演员胡梦佳、王潇龙联袂为我们带来了精彩的演出，同时呢，也为我们打开了小百花与2023静安国际光影节光影融合的曼妙时空。今宵多美妙，越看花越潮。我问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小百花在这个时尚秀场潮不潮啊？谢谢。今晚的活动是由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上海都市乐龄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浙江小百花越剧院、浙江小百花越剧团联合主办。亲爱的朋友们，举世瞩目的杭州亚运圆满落幕，小百花的花儿们正以弄潮儿的英姿踏浪而来。接下来请欣赏由优秀青年演员王潇龙、浙江省新松计划和粤美中华金奖得主李云霄联袂为我们带来剑锋秀韵。下云生，袖中雷起，剑吐寒光，射九重。这是来自于我们戏曲的魅力。我觉得能够坐在这么近的距离来观看今天的戏曲表演，太荣幸了，太特别了。没错，这真是一舞剑气动四方，天地为之九低昂啊！朋友们，热烈的掌声再次献给演员，好吗？好，谢谢，感谢大家的热情。那么接下来呢，小百花的演员们将以深情并茂的演唱，载歌载舞的方式，为大家讲述一个被粤剧传唱了近70年的爱情故事。请欣赏由国家一级演员熊琪、浙江省新松计划和粤美中华金奖得主张亚洲为我们带来的是《春香传》爱歌。
下来精彩继续。被誉为中国版人鬼情未了的东方巨作《牡丹亭》，上起西厢，下起红楼，丽娘为爱生先死，梦梅绝坟情意真。倪晓声的缠绵细腻，一唱三叹，在《牡丹亭》这出戏当中体现的淋漓尽致。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国家一级演员李霄文、徐叶娜，2021擂响中华中国戏曲十大青年领军人物榜首获得者陈丽君，浙江省新松计划银奖得主徐红联袂为我们带来《牡丹亭》。优购孟子之子非必非正当子当子非Oh,
春年货节盛大开启，精选海鲜年货礼盒送出满满情意，到手仅需399元，四斤大连即食海参只要1100元，无需泡发，开袋即食，方便又省心。每天前50名订购，再额外赠送大连海鲜一份，浮跳强礼盒足足6大罐，仅需599元，文火慢熬，美味全方位，品质好礼尽在张奶奶海参。大连正宗蛋干海参4580元一斤，足干足透，买2斤送半斤，一斤到手仅需3664元。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加客服微信咨询，咨询电话400-8855-683。2月24到25日，上海建材集团旗下百姓装潢元宵欢乐家装节聚会来袭，品牌家电家具买满就送，百样装修主材任意挑选，更多好礼尽在宁夏路777号，报名热线4210-0008。有机生活是到向往的呼伦贝尔草原，自在随心，有机生长。经典限定呼伦贝尔有机奶，好草原孕育好有机奶，有机生活由我定义。龙年到，鞭炮家族天天听，实名购买定点群，外环线外来燃放，依法依规讲文明，红红火火辞旧岁，平平安安过大年。极致装，记录这一刻美好瞬间。锁定栏目播出时间，收获更多装修知识。极致装，潮流新家专属定制。安慕希，活性益生菌，接个福气满满。一口益生菌，接个龙图大展，团团圆圆。干杯！干杯！益生菌，益生菌，安慕希。天下女子有情，宁有如杜丽娘者乎？面对这样一个为爱先死而后生的杜丽娘，我们的蔡哲飞老师曾说，这是生命个体的极限绽放。当蔡哲飞领衔主演的新编历史剧《苏秦》面世时，这个评价呢，也成为了他所塑造苏秦这个人物的生动标签。想到死去艰辛。
芳语。老丛生啊，thank you。
红颜一缕，心心念念老母亲。感谢在座的所有观众朋友们多年来对小百花的热爱，衷心的感谢你们，有请全体小百花。让我们再次把热烈的掌声送给所有优秀的演员们。今宵多美好，月唱花月长，在优美的乐句旋律声中，我们今晚的演出就到此圆满结束。感谢大家的热情，祝大家身体健康，阖家幸福，事业发达，万事如意。朋友们，再见。再见。